因为别的国家他这样唱就能买到钱了。他适合去欧美，欧洲去美洲，他那个这样唱一天的话也能赚个100-200块钱呢。这也是一种文艺享受嘛。好像都是我们大东北来的，北方文艺者，对吧？你口音就是个北方人。年轻的时候也是个，人说了是个歌星啥的，啊，业余的。唱歌的人都是很开朗的，心情都很放松的。在我们东北的话冷死了，现在这穿这么薄的衣服冻坏他了，下雪了，今天0.8度，现在这里就15度18度了，现在10度了，中午最燥的时候28度，树荫底下就20度，现在我坐这个树荫底下这个地方就20度，对不对？谢谢。我能发一小时的，我给你发给外国人看。下面把一首《梨花颂》送给好朋友们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锻炼我们东北情的，看见一个女同志来这边啊，你老家哪里的？你东北哪地儿的？吉林的，这靠我们很近啊，我们大连的。做工业的，是吧？就是啊，现在都成了第二个东北村了。他估计是手头钱也不多，也舍不得买那么好的。这个音响还是在我们几十，这个是2000年期间的这个音响，对不对？要拎着那个拽人箱箱包一样拉得跑的那种音响，
那种就鲜明更好一点。我有各个国家的一些文艺爱好者啊，体验爱好者啊，一些旅游的啊，我都有这些拍的玩的。我一发就是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，45分钟的。我不是往抖音发的，我是往国际媒体发的。中国国内没这么大的存量。我一会儿给你打赏啊。我一会儿我给他发个红包给他。我们单位就必须得穿这鞋，要进不去。我们水化工啊，这企业的。大连你知道的，我们全部做水化工的。工业的。一辈子打工业。你这没出息。你们做的东西我们做不来，做不来。一年乱七八糟瞎一下自己吃的玩的，我一年得花10000多。所以说我都看了好玩的东西，我都跟人家分享一下。这个就是人就是这样，短暂一辈子活着。我们不求钱，我们单位就是我们只要在企业有稳定工作就行了。不计钱啦，计这个钱没有意思了。